哦，又摔到了啊！把你吃饭的碗碗倒过去放。哎，呀，又坐上去了。哎呀，吃完的饭又端过去放碗，还不去？有的时候你跟他说话，你不给他下指令，他绝对不会去的。而且给他指令下少了，他也不会去。有的时候就要拿着东西来打他，他可能就会去。不去是吧？我来打了啊、哦！去不去？去碗拿过去放，听见没有？快点！今天不怕了是不是？我去不去？打脸！快去放，让他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费劲，这不就好了吗？是不是？过来，来干点活。来呀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吧，我拿吃的给你的，我拿吃的给你，要不要？那你先出来，把这个放下来，放沙发上来。把这桶油提到厨房里去，你看，耶，提起来了。来，你去提到放到厨房里去啊，好棒，好棒，嘿，西西好棒，啊，提的。快提，提了放到厨房里去。哎，好的，哎，快点。好的，好，打开门来，自己打开。哎，放，再放回去，放回去，嗯，还是放在刚才那个位置。还是放到那里去，放回去。嗯，放回去，放在那个位置上去。嗯，来，好，再提到奶奶那里去。好，好的。哎呀，小心点啊，不要摔跤。好的。鞋子穿反了，等一下又摔跤了。还再拿一口，再提一遍，我给一口给你吃的，来吃一口，吃一口就好了，吃一口还行，那我不拿走了啊，吃一口，好，过来再去提一下，走，提了我再给你吃，先穿鞋子来，快点，多提两遍，快去，那你吃了你再要去拿了啊。果然还是吃的管用，来提过来，哦，又摔到了啊！好，起来，爷吃的了，吃的在这里，来吃一口，先吃一口，哎，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是吧？好了，起来，刚才肯定是因为拿着吃的在手上的，没认真的，快点来，吃的给我，起来，哎，那你把它提起来，快点，提起来，啊，现在开始逃了，快拿起来，哎，要摔跤了要，快点。把它提了放回去，现在开始玩了，看你累死了啊，让他做点事情是真不容易啊，这还是拿吃的东西哄着，不拿吃的东西的话他压根就不会这么配合你。